我们下车再逮吧。嗯，先开进去。哇，那么多车！哇，就停这儿。对，就停这边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们来学校参加一个活动，今天叫什么 ？Community Market， 好像社区市场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摆摊儿。学生自己也可以摆摊儿，好像付一个摊位费吧，非常便宜，好像10块钱吧就能摆个摊儿，卖自己的东西。学校也有自己的摊位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感觉人还挺多的。哇，还有吃的。啊 ，donuts。哇，还有手工。冰粉、凉米粉，嗯，这是冰粉，哦，凉粉，凉米线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孩子自己的手工。你能？还有哪个？这兔子，兔子也很可爱。啊，这他们老师自己做的，他们泰语老师。这是每个班级的展示，这是一年级的展示。哎，这是他们班的，看看。Science. 好，这是中文的展示。哦，看到中文教材，人教版。一年级。二年级，三年级，这边就是泰语。
的泰语老师。这个是他写的。哦，就 IC 写的吗？对。然后他这个是他的泰语的名字。I see. 这个是 mean， 就是这个刺猬的泰文啊、泰文。然后这个是他做的是做的最好的是放在这里，他其他小朋友是放在下面的。哦。You look, I see good artists. 哦。You look different. Beautiful. 来看一下下个学期的教材。这个是英语的。数学教材。那你说条件。数学，这是他们下个学期的数学内容。还有 Science 是主课，就三门主课，英语、数学、科学。对，看一下他们下学期的教材。他给我看过。他这本书我看过啊。这是现在三年级的孩子的展示。看看他们整个二年级的学习内容。这是他们的英语。你看，他们二年级还有一个 Phonics 的一个 workbook。Phonics 的，这是 UTB 的，这二年级还有 Phonics， 三年级我看就没有了。哦，这是家庭树，每个孩子自己做的家庭树，这是我们家的。啊，这是其他孩子。哎，这是我们邻居。啊，这是他们闺蜜安吉家。Sophia 没带照片吗？这是他们班的日本孩子。还有两周时间，孩子就要离开这个教室了。二年级的教室，再记录一下。下个学期就要到三年级的教室，但楼上是高年级的，这栋楼是小学部。每个班级都挺好看的。这个就是下个学期的教室，三年级，他们班主任 Mr. William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个巧克力啊？对，他自己做的。哦，别胖，别胖。哦。这里还有 M&M's。 下个学期你就要在这里上课了。新的班主任。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。这里就是五年级的展示，五年级的老师。
这边是中文教室，上中文选修课就在这边。上到语言选修课，上中文的孩子就到这边来，上泰语的就去泰语教室。哦，这是他们的计算机教室。上课内容，这个有点像 stretch。这个就是学校的夏令营，7月4号到7月29号，4周的，25,000泰铢，不是我们学校的，就是26,000泰铢，贵1000块钱。还有1周的营、2周营、3周营，每周有自己不同的主题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了，回去了。今天的活动算结束了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像学校一年的一个展示，一个总结。每个老师今年的一个教学成果，还有就是学校的一个展示，因为也会有不少新生过来，就是还没有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，和家长过来参观学校。前面我们也看到校长会带着他们，四处逛介绍，也是算学校的一个宣传活动吧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拜拜。